哇，你有预备了，你知道这里有可以留级。也是一样场地吗？直接上去了。
貌这条哈。可以吗？一次机会。这样子 OK 吗？这样 OK 吗 ？OK。没有。没有 OK OK 吗？这家是什么呀？三回带他回去。哦，好。加油！要碰到柱子了。碰到柱子。对。哦，好。加油！加。
这个多重啊？45公斤。OK， 还好。对。好，多重？55。好。然后我们现在邀请9:45，9:45。先喘一下。I think this is where you shine. This looks terribly heavy to me.好，参加9:45的朋友，看到后转弯，你要踩到绿色那一个，它是计时，你的计时会开始，所以请你不要踩到。请你在准备区还是把你的口罩戴起来，跑出去以后你可以收掉，再回来的时候再把你的口罩戴回来。9:45的朋友，现在请你来到前方，
靠近这里做准备。请你确认一下你的手环颜色是蓝色的。Please check your color is blue。然后确认一下你的头带号码朝向外面，你的脚踝计时器号码也朝向外面。手环颜色是蓝色的。现在气温越来越高，请你们要注意自身的身体状况，随时补充水分。最后的检查，看一下你的鞋带是否有绑紧了，可以先稍微热身一下。在两分钟后，我们即将要开跑。参加9:45的朋友，请你们现在来到前方这里准备，起跑区这里做准备了。等一下口罩，你们跑出去以后就。